最近好像没什么比赛，就是一个全国团体赛啊，在4月初。他这个怎么落子如飞啊？我觉得其实效果不咋地，还敢吃？反正我没见过这么走，嚯，这什么招啊？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但我感觉这棋已经快崩溃了。看看怎么走比较严厉啊。最简单的。这车应该是困不死，但我通过抓这个车，我把迅速出马。现在准备马七进八哈，城中兵也不是不可以。马七进八，车八进四，选择太多了。马七进八跳，打了马八进六，车六退三，那样优势也不小啊。咦？对不起，出乎我的意料。看来对方，没想到有这步啊！小瞧对方，那只能马八进九跟他搏杀了，也不能再容忍了，不能。马五进七有点差点意思了。弃子强攻，不怕死。再点，守的挺到位的。现在可不可以走 G 八平九？一边准备打士，一边准备吃炮啊，好像是可以的。他也很难兼顾。飞象，哎呦，飞象看怎么回事？退炮他回象，打士是个什么棋？打士他得回士，看看怎么走优势大哈。打卒他也回士，先打士吧，先。没事，再打士，吃炮他舔，将我平六吃了，我跳马他炮八退三，其实也没什么把握啊。那棋怪招，我以为能很轻松的赢，结果棋整出点变数来。弄得没把握，是各有顾忌，感觉其实谈不上有什么优势的。其实前面还是走点随意啊，以为对方是个臭棋，结果下的还挺好听。车九平八，这一步步的下的很到位。马五进三，他可能要封我车，打将他出来也没什么用。车先顶起来有没有意义？也没什么意义吧，先跳马。车进二，我也车进二呗。八进六，我在考虑车二进一强攻的问题。
狙二进一还是得走，兵三进一，他车六平七踩，换炮他车八进三吃上了，右车左移啊，那是必然，必须得想办法过来啊，不惜一切代价也得过来，不行。他车六进二，我就车二平六跟他死磕了，那，咦，炮八退一，准备炮八平五，是这个意思吧？那我也得车二平六，他把炮对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但我这车二平六，车六进七，总得卡住啊。哦，象五退三，招走了。学习学习啊，那车九进一得走啊。车九进一准备车六进七卡啊，看看他到底有。哟，车八平一，嚯，准备炮八退三打我，我车九平六，他炮八退三，这棋真厉害，真给他打个字儿夸奖一下，真厉害，车九平七，飞象，他这水平可不一般啊，车九平。车九平六，他打我没什么意思。又对。他棋得想办法收兵了，不然要输啊，这个棋。你小心了，只能平六肯定。车退哪儿？我看看啊，车六退三吧。人机是吗？哦，车六进二还威胁我来了。确实厉害啊！这棋怎么办呢？马三退二吗？办法真多呀，对方棋打中兵没用，充足过了，充中兵有没有用？反正这棋感觉对方。就尽在掌握啊，所以这个棋就比较难办，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棋我冲他打马，先跳个编码。真点进来啊，棋。刚才是想他点进来的事情，但我不知道他点进来有什么用啊。看不出哈，看不。跑八进三，这几步我也都考虑过。看他还有没有什么杀手锏啊？车六退三，感觉这形势还行啊。没刚才这么危险了，那我判断有问题吗？车六退三，不是很怕这个棋，是我还行啊。但是我车六进三，他炮八退三，我也赢不了他。但是我这棋对他牵制也挺大的。炮五平六，对，炮五平六也挺好啊。现在留着中炮意义也不大了。是炮五平六还是炮五平四？炮五平六，他就是不敢吃中兵，
前车进三，他后八退三打我没什么用。炮平六呗，准备飞象。这几步棋走的我没看懂有什么意义啊？后八退三又回去了，先稳住，他也是先稳住。我车六平七呢？飞象，他车八退五，有点帮忙的味道。先车六平七，先把这个卒给他消灭了。象三进一，那我先把他卒吃了。这棋他就一个单象，虽然说他多子，这棋纠缠下去我也不是很怕呀。车八退五，回去防守了，准备车八平三跟我对车。主要这个棋不能给他把车对了啊。我是不是可以打马啊？打马再进去摁住，这棋应该立于不败，我觉得。走别的意思，至少是立于不败。我这个摁住马，它永远基本也出不来，双士都没有。赢可能是不好赢，我这个棋，毕竟少个子儿。那我这棋慢慢下，总不会输啊。牵制太大了，牵制。黑方完全没有进攻的余，没有余力进攻了。车八平五准备啊，准备兵五卒五进一冲。我这七进四点进去倒也没什么用，啊，待会儿还有九五退一对车的棋。优势我觉得是优点，但是说赢还有距离，防守倒也挺好。只看他有车五退一，我这个马暂时还出不来。也不太好赢，说实话。赢不好赢啊！是兵一进一，他可能就得车五退一了。我也没别的棋走，车七进四，他就车六平五吃了。我这边双车也杀不了他这个，几个大子都在，车马炮防守也足够了。那拱个边兵吧，让他退一队，退一队不行，我也退一步。想赢这个棋，可能就得退两步。我退一步，他又进一步。我车六退二，他会走什么呢？会不会走卒五进一之类的？退三，也是一步棋。退三，退三就是准备马一进二，那他可能走全六八，我觉得。先退三吧，我退一，他肯定要进一。退三考验一下他，硬冲，哎，这棋走的，我拱了，吃了，飞了，那我也可以。马一进二，他拱过来。那我不太满意，走别的，算了，拱了算了。对方守得太好，你说优势缩小了，我也没办法呀，我也。车六平九，象九退七回来，象七退五回来。
真打我呀！下冰行不行？冲冰他准备走什么？喝八瓶二吗？进底他又退回去了。下冰他有可能走喝八瓶二。他退一，我车九瓶七，车九瓶二都行啊。八平二，兵五平六，他车五平二。哟，车五平一，还有这步，那只能对车了。对了，车够不够赢这棋？感觉机会也不小。要我的话，不可能去选择对车，除非把车对了有把握和，不然这个棋太苦了。满意线先跳起来，你这我肯定先立于不败这棋，因为六平五，打跳吃，我把这一，他开始加快速度了，彩打跳跳，出剑，跳跳跳，棋有可能保留不住三个兵的棋。想吃，跳，应该是马双兵对马炮单象，可能不好赢啊，不太好赢。我如果送三兵呢？那就残棋怎么转换？残棋没也没什么味道，送三兵他估计打我中兵，我马踩边兵在马一箭二一样的道理，能保留两兵至少。兵三进一，这其实留不住三个兵啊，留不住。送三兵，他应该不会用七卒吃，他不会用七卒吃，他打了拱了，跳马拱进炮。马一箭出将。这兵三进一没什么必要，哎，我兵五进一也还不错，兵五进一的炮八进一还不能乱走，兵五进一他不给我吃，能猜哪个卒我在想，马二进三，打了我过三兵，跳马，马三退五，好像强点，这样我马能护住中路啊。我用三兵去擒他这个兵，感觉赢棋机会多一些。马上进四，还是一个换，可能没法白吃这个叫边卒，不好赢这棋，估计和棋吧，估计下兵，下兵他马四退六。好，他的退炮，将五平四，准备马四进二。兵三平二，他准备干什么？马四进二吗？四进二，妈的，不好赢啊，这棋。兵马站不住了，是基本上不变做和了。提个和，赢不了了。出将的炮兵是将我，马四进二，马五退六，他一将，他又马四退二回去，兵三平二跳，退将出来，退和棋啊。什么意思？炮五退二什么意思？看不懂，吃了再说。
反正他就马斯特样，准备马二退三抓死我，我又回来，他又一惊，这个软件无疑了。哎，这个马斯退二刚才就能走，没不可能先走一步炮五退二啊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嗯，反正他算准了能和棋，因为我这个棋我上士他炮五平四，那我反而输了。啊，不能太贪，上士炮五平四，我进将他卧槽马把我马抽了啊，和棋。哎，有点机会赢，说实话。没想到，不过他中间确实下得很好，不过我也顶住了，这就没什么好走的了。这不胖和吗？这系统也是够傻的。不犯规，因为他下步抓死马，他也不是犯规啊。我这个棋主要是你一定不能走士五进六啊，士五进六就完了。主要就是这棋一直来回来去走，有点浪费时间，得走120步。我这棋他这个防守确实挺厉害啊！刚才有时候在跟踪的时候我占优了，我占优了我不会赢啊！不，哎，来菜了，还有这种事儿，对方崩溃了是吗？搞笑，给我赢，什么意思？估计是人来了。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了，不是？手滑了是吗？那不好意思了，那我只能小兵把他活活拱死。我不可能随手啊，我这个什么来着？反正就出将进将就行了，那拱兵玩了呗，拱。还不认输？软件我不懂啊，软件也不存在点歪的问题啊。拱，拱，拱，马都给你了，两个兵就赢你了，这送个马还不赢啊？送，不甘心和棋，绝杀！能输了。